鸡蛋壳能吃吗？鸡蛋壳可以吃，把鸡蛋壳洗干净，放入微波炉加热至完全干燥变脆，取出冷却后，碾碎成粉末即可食用。鸡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碳酸钙摄入人体会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，能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此外，鸡蛋壳还有很多妙用，烧水壶内壁有一层厚厚的水垢，坚硬难除，用鸡蛋壳煮两次即可去掉。白色手帕、台布大多会泛黄，可把蛋壳放入一起煮，煮后清洗干净即可恢复白净。把蛋壳捣碎，装进薄布袋或丝袜里，用热水浸泡5分钟后取出，用此水清洗衣服，格外白净。将蛋壳捏碎放在花盆里，既能保养水分，又能为花卉提供养分，有助于花草生长。